是芥末肉之芥。桥本环不环？嘿，みなさんこんにちは。桥本环不环ですね。还有小松菜花。おはよう、私は菜花ですね。欢迎。好，那节目今天呢，也邀请到一组可爱的宠物以及他们的主人来进行一场小窝改造大挑战。哦，小窝改造大挑战。小蜗牛。小蜗牛呢？爱的小窝。小窝大窝。对，嗨嗨。不过在介绍他们之前呢，今天在场来宾们，除了看可爱的宠物之外呢，我们中间还会进行问答大对决的环节哦。打八对决哦，你第一题 PK， 不要PK，再说起 PK。我第一次来台湾。然后等一下在看影片的中间呢，会不定时都需要有一些题目来请大家用桌上的小白板来进行回答。小白板，我应该是粉红色的。我就是蓝色的，不绿不绿，冰果冰果。只有那个盖彩的题哦，因为如果你们要最早的最后一名的话，就要进行第一次穿越。优秀。被绿惩罚。大明。我不喜欢惩罚。我问有没有天堂惩罚？没有喽。天堂惩罚是什么呢？好，那各位准备好了吗？嗨，雷。嗨，大家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故事吧。哎，酷酷酷。根据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畜牧处动物保护科统计，2020年全台犬猫等宠物饲养数已突破250万只。由此可见，宠物与人类的生活已密不可分。近几年在疫情的肆虐下，奴才们有更多的时间在家陪毛小孩。本节目希望传达一种友善宠物的理念，提供宠物友善且利于生活的环境，让他们能快乐而舒适的生活着。今天我们将帮助本期节目的主角，两只住在民雄的和尚鹦鹉佩佩与罗罗，来改造他们现在所居住的环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民雄找他们吧。你们来了，今天的来宾是冯依婷小姐。Hello， 嗨，佩佩罗罗已经在里面了，走吧。这就是今天的主角佩佩与罗罗。在参观他们的家之前，先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前年的五月吧，就是那个时候哦，这个要讲一个故事哎，反正就是前面有养一只鸟，然后就是他不小心，就是。走掉了，然后那时候就有点难过，然后那时候的男朋友就带我去买佩佩跟罗罗，对啊，然后我们就一起养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从个性上就很好分辨了，因为佩佩他其实就是比较胆小，然后罗罗他就是会比较喜欢跟人互动，就是其实从他们的找人的频率就可以知道，像罗罗他就比较爱找我，然后所以比较常飞到我身边的就一定是罗罗，然后佩佩就比较自闭一点。然后但是如果你要从他外观看的话，我觉得最明显一点就是从他的鸟嘴，鸟嘴的话，佩佩的鸟嘴伤口比较多，因为罗罗很爱去咬他的鸟嘴，就他们两个每次打架的时候，就是罗罗都会去咬他的嘴巴。听完了他们的故事，紧接着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佩佩罗罗的家吧。他们的家包含了笼子内的空间、一个可爱的大布窝以及游戏区，看起来功能十分齐全。哦，不喜欢这种哦，有一点恐怕。这一区是他们在外面的游乐场，就是当他们可以在外面放风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这边。然后这边还有提供就是食物啊，然后跟水。所以他们就可以站在这边，然后就是可能吃我们喂他的腰果啊，还是什么之类的。那像我啊，在就是选择笼子的时候，就是一定不能选择圆形的笼子，就是要选像这种有四四方方的感觉的，因为圆形的笼子对鸟来说会有压迫感。然后再来是他们里面啊，会有一些就是木头的一些站的地方，然后这些地方呢，就是可以让他们跳来跳去，然后就是当做一个玩具、一个站台，然后也可以让他们磨指甲，因为小鸟的指甲其实就是长蛮快的。然后像那个像这个啊，他们就是有那种圆球，然后很像楼梯的，他们也是就是可以自己爬上爬下，然后这样子笼子的丰富度就很够，然后也可以让小鸟可以自己玩耍。
然后像是它那个里面有个布窝，就是因为也是怕他们冬天会冷，所以就放一个这个在里面，然后他们就是可以一起取暖这样子，对啊，也可以把东西藏进去里面，眉笔放在旁边，他们就把眉笔咬掉，然后放在那边。所以他们其实这里面会有很多垃圾，对啊，像这样木棍，对啊，然后卫生纸他们也是自己抽，干嘛？不能拿，他们卫生纸就是自己拿，然后就是比如说这边哪里有卫生，他就自己把它抽走，然后放进去里面。所以他们其实，对啊，他们其实蛮爱囤货的，小鸟，蛮爱布置自己的家里，对不对啊？对不对？亲一个。问答时间，好，那大家刚刚都有看到佩佩罗的旧家，你们觉得怎么样？龙子先生，我觉得嘛，他可能跟我家差不多乱而已，所以我觉得还好。他可能跟我家差不多乱而已，所以我觉得还好。那小班长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不行，这个也太大了，这个没有办法住人啊，这个超级脏乱死的，人或者动物都没有办法住进去的呢。你有什么意见？不行，太夸张了。我看到也是吓到，因为我想说这个应该世界上没有这么大的地方，比垃圾桶还要脏，太夸张。你们太浮夸了，好，那在他们进行改造之前，我们有先请李俊逸兽医师为佩佩罗的家进行一个评分，然后还有一些给一些专业的建议，这样。那我们就先请李俊逸兽医师来为我们出现题目。理想。好的鸟笼必须拥有几个条件：第一，足够的空间。良好的遮蔽物，不同尺寸的漆栈棍，然后良好的水源跟食物供应，适当的光周期，也就是有适当的明暗区，好，然后再来就是安全的环境、安全的玩具、安全的鸟笼，这是我对一个理想鸟笼所想的一个概念。好，游戏区域看起来其实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好，不过我看他那个的部分好像有点多，我不是很确定，因为照片不是很清楚。鹦鹉不能吃太多，好，只要拿来当点心，跟它做互动就好，不要拿来当主食。好，那就根据这两张照片，我给它分数，那就大概给它个7分。拿来，还给我。对，好，所以我们第一题的题目就是，佩佩罗罗不能吃太多什么食物呢？那我们有选项，好像不用自己想。对 ，A 是葵瓜子 ，B 是面包虫、，C 是胡萝卜。答对了就可以拿到这题的分数。那你们现在就开始写下，可以写不能吃太多。鸟不能吃胡萝卜吧？他们有没有吃？有吧？有要吃，有那个会，有要吃，有那个会。A 是葵瓜子，葵瓜子，面包，葵瓜子是那个韩国代表的那个。没有，我想好了，我问一下。好，那再倒数3秒喽，3、2、1，请举牌。葵瓜子，三个人都选了 A 呢。哦，你是不是抄我的？没有嘛，我看不见。A 是葵瓜子，葵瓜子为什么要画苹果？因为阿婆。好，那这是答案什么呢？我们就请李俊逸兽医师来为我们解答吧。不论饲养各种鸟的饲主，原则上都很常犯一个错误，就是第一，他们的饲料里面可能有过多的葵瓜子。葵瓜子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错误饮食，原则上它只能拿来当零食，不适合拿来当主食。它适合拿来跟鹦鹉互动的时候作为奖励给，但拿来作为主食的时候，非常容易诱发营养不良性疾病。其中最常见的叫维生素 A 缺乏症。维生素 A 是一种掌管我们体内所有上皮角化的维生素。当维生素 A 缺乏的鹦鹉，它的呼吸道上皮会变得很脆弱，这时候它就会很容易引发呼吸道感染、皮肤的瘙痒、灼瘀。通常我都会建议我的饲主，不论你今天养什么样的鹦鹉，请除了西蜜鹦鹉啦，西蜜鹦鹉的饮食比较特殊啦，西蜜科的鹦鹉比较特殊之外，绝大多数的鹦鹉我都会建议会在饮食中添加一些磨碎的坚果、煮熟的胡萝卜或南瓜，还有辣椒。好，鸟类没有辣的痛觉受气，所以鸟类是可以吃辣椒的。那另外适当的补充新鲜蔬果也非常的重要。
哦，这个是关于饮食的部分。那答案就是葵瓜子，恭喜三位了。稍微介绍一下桌上的材料，还有你想要做什么吧。好，目前呢，我的想法是，因为佩佩罗他们玩具已经很多了，所以想要做一个就是站台，放一些比较有巧思的东西，就像鞋带，然后就把它改造一下，然后把它绑在上面嘛，让他们可以吊来吊去。这个之外呢，我还有想要做一些小玩具，就像是冰棒棍。然后这个还有用这个瓶盖，我把它穿起来之后呢，然后里面可以藏零食，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在里面翻啊，然后什么的，用把剩下的冰棒棍拿来做那个小木屋。嗯，那里面有一个东西没有花到钱，对不对？你们要稍微介绍。这个瓶盖，这是我今天早上去回收那边自己捡过来的，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拆瓶盖。然后拆完之后洗，对啊。等一下就开始改造了嘛？那你对改造有信心吗？你就想象佩佩罗罗就正在看你的话，对镜头稍微喊话一下。好，佩佩罗罗，我会给你们一个很舒适温暖的家，就靠我了 ，OK 的。好，那就开始做吧。就是你想要先做什么？我可能会先做难度比较难的。小木屋吧，好，开始 ，OK。贝罗罗哈克。我跟麻雀是第一只，然后第二只是佩罗， 第三只才是佩佩跟罗罗。阿佩亚死的叫什么？他叫小麻雀。然后小麻雀那时候是因为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我要考期中考，然后反正早上呢他就一直撞笼子，就是小麻雀一直撞笼子，就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就是那就先把它放出来好了，就它太吵了，而且撞笼子感觉就是不知道想干嘛，然后就先把它放出来，然后就想说哦五点多我可以再睡一下下，然后结果醒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我棉被里面。好清楚。好可爱啊，这个。睡觉说什么？好棒啊，你们好棒。双赢的情况，对，它是一个 win-win 的情况。win-win。那我直接上。嗯，我觉得它改造完之后就
就把小妞加起来成一个高级饭店的感觉。你学我超厉害，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缺点，就是因为它太像高级饭店，too高级，所以它有种没有回到家的感觉。哦，对，我觉得还是需要一点脏乱的感觉，才是有家的味道。跟你家一样，跟你家一样，跟我家一样，真的。好，那大家刚刚都试着带入过了嘛？那我们这一题的题目就是，又有题目哦，现在就来了。我一定要得到第一名。黑色柔柔在看完改造之后的成果呢？第一反应会是什么？这是选择题，这是选择题。他的哦 ，A， 他会好奇的观察这个新家。好奇的观察。那 B 是惊吓崩溃的逃窜。逃窜。用飞的还是用酒的？跑的。用屁股走。那 C 是惊喜的马上入住。嗯，我猜得到。我觉得你们思考一下。就可以开始答案了。好了，我好了。等等。我好了，我也好了。好，那大家都写好的话，我们就一二三一起亮答案。好嘞，好嘞。来，一二三 ，Hello。哎。哎。你会偷走吗？我是 B 呢。你是直接上选 B， 为什么呢？没有，你要想。就是他的家本来就是一个温馨的小窝，就像他的小贝贝一样。但是某一天你突然把小贝贝拿去洗了，你当然是很崩溃，要去找你的小贝贝啊。错，对不对？为什么我觉得那个反应会太夸张？对啊，又不是怎么会这样直接就跑走呢？你们一定没有小贝贝。哎，我也有小贝贝，好吗？没有，你对你小贝贝的爱不够深。没事，好，那就是你现在听我讲话。答案是什么呢？我看米西亚。究竟佩佩罗罗的反应是？非常崩溃。那今天对于整个改造，你最后什么样的感想？我觉得反正整个笼子我们也都清洗过了，然后也把它改造得非常五彩缤纷，而且现在也比较符合就是佩佩罗罗的需求，就是比如说那个站棍的地方啊，就是可能要调整，我们都调整过了，但是他们可能还需要有点时间去适应啊，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是好的。在那之后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后，终于进去了。第一个，对，答案就是他们 B 公仔。最终的最后一名会得到地狱惩罚。地狱惩罚哦，超长的超长的危险哦。那我要努力一点。那我出题之前，我们就先来上一下这个惩罚的道具。会先先知道惩罚是什么吗？好奇耶。第二个是什么啊？我们是看不到的吗？我们看不到。什么东西？江南吗？我不知道哎。恐怖箱，你们我们可以知道是什么？对不起，我看。哦，不行，哦，不行，我们这个我来公布给大家。你小心一点，我会怕，我会吓到。这是水吗？我怕我变去。哎，会伸出来的东西吗？谢。它会这样子。来，超可怕！贝贝罗罗吧，贝贝罗罗，贝罗罗，要不要？三、二、一，啊！就是芥末刷牙，超级恐怖啊！应该给芥末刷，你用芥末。
期待你们用呢。不行不行，我们家的产品，抱着，超级辣的哎、欸，会超辣死。我其实做事的时候都不太敢加。这样你们可以刷在牙上，然后去吃寿司。我不吃寿司，我听不太到你们两个说什么。我不吃寿司，我。最后一题的题目是：请问佩佩罗罗在喜欢跟不喜欢的两张纸条之间，他们选了哪一个呢？这题是两分哦，有逆转胜机会，大家要好好考虑哦。嗯、喜欢他就哪里有？喜欢跟不喜欢，就是我们给了佩佩罗罗两张纸条，上面写喜欢跟不喜欢。好，那你觉得他们看的纸条旁边有瓜子，他们选哪一个？我站起来看哦。纸条旁边有瓜子。就是他们看得懂中文啊，写英文 ，like 啦 ，like。哦，那 A 是喜欢，我们要写就写喜欢或不喜欢啊。好，开始写了，就是算是难哦，要读秒哦，读秒。有没有那种第三种答案？也喜欢啦，不喜欢。有答以下内容为 like 。好，那我倒数喽。三、二、一，两答案。一定是喜欢的。喜欢呐、啊。我要挑一个正确的答案。好，你们两个有一个人。我们两个要有一个要正确。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我。我觉得是我。分歧点就出现在这里。那蔡老板为什么选不喜欢？因为我刚刚我觉得，就是他们如果可以读他们的心的话，他们看到其实是害怕的。他们应该是觉得不想住进去。Unlike 有道理，有道理。那究竟最后能逃离惩罚命运的是谁呢？揭晓答案。佩佩罗罗的选择是，他选择了 Like。佩罗罗哈克。
この番組は中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中世 e ニューススタジオの提供でお送りいたします。